倒影，呢喃着描画出七月的轨迹。你是我忽然上涌的思绪，无畏无惧。像阿潘那种社会青年，你跟他天天混在一起像什么样子啊？手边的笔，指尖蜿蜒过最柔软的语句。对不起，你是我莫名失措的。你说什么是朋友？感应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，能让对方高兴而高兴。那回忆里漫天的风飞着絮，是娇艳的春去往下。伤